福那个世安的那个平啊平啊康邦金心理英语馆成功了。陈世安被贵贵台语打败，在汉话跟笔合体。不习惯猜测，不是这些无从预测，也曾经告诉他我想的有多久。陈珊为六月二号生日音乐会彩排，龟龟特地来探班，以击鼓木命挑战台语。喝酒停忘背，没错，要有好的平啊，好的平啊，好的康邦丁，三姨，好，等于他啦，哦，对，等于我，等于陈世安啦，不是三姨，三姨，祝福那个世安的那个平啊平啊。康邦丁心理音乐馆成功。这个老师真的是，我那时候我还问他第一个，我说哥哥你知道蝙蝠叫什么吗？然后他就说不知道，然后说亚伯，然后我就非常有非常爽，我就觉得说我知道蝙蝠叫亚伯这样。好啦，谈点正经的，音乐会当天有确定会找谁当嘉宾吗？有说到那一天好像有可能会安排这个行程。真的吗？我也希望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来，其实对我所有的歌迷还有他的歌迷来说，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了势在必行，然后如果可以合体，我相信所有的歌迷都会很开心。所以现在心情应该都还好了吧？没有，心情好多哦。对，只是身体比较累。对，我是生气之后会像气球一样荡起来的那种人，因为我靠憋着憋着，然后就会开始发抖，就很生气。今天晚上应该有在发抖。不是，你讲的是哪一种发抖？气到发抖，因为哭也可以发抖啊。没有哭，我没有要讲这个，我们没有要讲这个。